小俊松，你又搞那么大幅就回来？他要给我妹那边，他帮我买了一件，赚大发了。哎呦，刚好没有剪，真是，哎，靠，你有什么锅来泡的？啊，三大锅的那个。啊。这酒坛那边酒。这是三锅的，不要。就这里也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三扎。那你还有什么锅来泡？我还有三扎，不能三。现在新的三扎就出了。去年本来冰箱的还有了，好香啊，这个味道，可惜啊。哎呦，黄小玉，你也来帮忙啊？这什么果？石榴果。我听到噔啷噔啷噔啷的响了，黄小玉。冷冻在那里的哦。啊？冷冻在那里。冷冻到哪里边？爬辣过。哎，你吃不吃？好香哦，这个。放。哎呦，洗过没有的呢？啊？嗯？洗过没有的？洗过了。要不要吃一个？看，很好吃的，又香。这么硬怎么吃的啊？掉下来了，掉下来，掉下来。放进去。我这边不放进去，我再拿一点山楂吧。混着泡啊？不是。爽没？凉快没？爽，我都可以进去洗澡了。这个进去洗澡了。哎，有一个冰冰起来了。妈妈，帮我捡一下。那个，这个啊，都脏了。有，满了没？没有哦。没有哦，还这么多啊？那要加快速度了哦。叮当叮当的。叮当叮当响了是没？对呀、啊。都变成人火海了。都烂的。不烂的。哎呦，我这鞋跟着这里打打片。看，上次我跟上，你看前面跟着。喝不完，根本喝不完，黄小玉是不是？对呀，哦。哦。太冰了。让那个阿伯过来啊，还没出位就帮你喝完去哦。小玉，你喝没？不喝。你喝酒？酒没？不喝。不喝酒。小孩子不能喝酒的哦。这里要拿去泡酒啊。嗯。这锅你吃没？我不吃。吃了留一点出来给你。我不吃的。今天这是薄的锅。哦，真这么巧不帅，这么的巧不帅。帅的。你不要跑跑把他那个瓶子敲烂了哦。嗯，你不要这么说啊，再拿个小的。等一下，你帮我再装那个生姜片进去里吧。看酒香不香？你也是装到一半，妈妈。哦，好香。够了，那爸爸还要放酒呢。爸爸还需要吗？要啊，放哪坛呢？哎呀，好起来，酒不够哦。这是什么酒？米酒。米酒啊。米酒。米酒啊。米呀、啊。嗯。加一个米字。放包这个。这是米啊。啊，对。边不边？啊。边不边？装不完。哇
里哦。晒得好漂亮的干辣片啊、哦！对呀、啊。那干嘛不吃完？你手那么小，搞掉了那么多。要掉。不打算放的多。哎，不要带钱。先泡水，然后再放东西进去，不就不顺，不就没有声音了吗？有事不？我都忘记了。太小了。这边有肉。泡个月的给喝了，哎呀，不够满，端不动，根本端不动。这是端不动，根本端不动。那只能喝，那只能。